哥哥，我要看。哇，哎，好像刚生出来被丢掉了。没有，放在这里好了。好像是，它都不会站起来。全部用起来啊，不然它会死掉。它也不会站起来。它会站啊。它眼睛张开。全部包起来，你要让它死哦。老师，没有空气会让它死。They want to keep it. 胶带啦，没有啊，用石头割就好了。那个是，站起来，它会走路吗？它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老师。好像那个狮子，很像狮子，很像很怕。狮子，把它带回去，它妈妈那里哦。那个人，它没有妈妈，它没有妈妈，很乖。你看，好像有尾巴，你看，好可爱。它好瘦哦。他妈妈的那个人不要他吗？老师，对啊，就是因为人家生小孩就是养不起啊，因为太多只就会把它丢掉，就像玉章他们家养的。没有，就是丢掉就算了。皮特跟你配。老师，他随便乱吃东西耶。他大概很饿吧？老师，你去丢给他一些东西吃。他现在能吃什么？他只能喝牛奶、面包而已。牛奶。哦哦，他在吃草。哎，怕抓过来。它可以吃面包，很可爱，不要像虫子。园长，它可以吃面包吧？可以啊。老师，把它关在这样。Hello。不要摸。出来。哎，现在开过来呀。不是，你要先做个鞋子。那我们要把它放哪里？就放这里啊，让它在这里生活，爬一爬啊。老师，做一个箱子，然后把它放在箱子里面。我们不能养。